现在好像开始拍摄，还是没电了？这有电啊，比较。等一下，有时候因为这个展示，这是新的吗？是展示的吗？新的话，我们会看这一台吧，就是我们今年新出的这个、okay. 这个今年新出的。有兴趣的话，就是价位的话，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家啦，我们家是一起，它主要就是销售的部分还是透过这个群光跟本家。对，群光是做电线的吗？没有。对，啊，他们家也有代理很多品牌的。OK OK， 对，所以蛮有趣的。OK， 对，但不过他们家代理的东西真的蛮多样，像很多家电什么的。他说他算是代理公司这样。对，代理，所以销售的话都还是透过他们家。OK， 我们这边一席本身官方是我們是直接找他们吗？他们对，直接找他们，也有这网络通路也有。对，有，如果有他们这边就是 Q R code， 反正就找他们就對了。对，就找他们。对，就是像这样子，这样就可以直接开始拍摄。这样子，那我们家这一台的话，也是可以做进口的，交就是替换这样子。如果你有看大家的需求，所以这样就开始录影。OK， 对。那基本上我们这一次主打就是说，我可能把最关键的几个要素，就是说像 interval， 就是可能多久拍摄一张照片，就现在设定就是5秒，对，那你可以就是调整。那 schedule 的话，就是只说可能。比如说一周只有一到五的8点到9点、我想要去做拍摄，所以我就可以去选择哦，比如说时间嘛，对不对？时间 ，OK， 礼拜几？好像现在我如果选后的话，好像全部都会拍，然后不然就都，比如说我选礼拜一、礼拜三这样子，然后 save，那就礼拜一、礼拜三的这个时间，他就会拍摄 ，OK， 对，那相对这样好处也是比较省力一些，然后再的话就是 image setting 嘛，可能看大家的需求，可能曝光啦、锐利度啦、怎么样饱和度什么的，这部分就看大家的需求。OK。但至少你只要把 interval 跟 schedule 都设定好，其实你就这两个，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录。就可以。对，因为他这一写的可能会觉得很难。哎，是。没有，他这一写说镜头不可拆卸，那这一个是可以拆卸。这个是可以的，他可以。是可以去改其他的。可以。我们家自己还有另外的镜头。然后像我这边就可以直接，那它的接环是什么接环？还是就都用你们家的？都用我们家的。OK。对，像这边就直接转下来就可以直接去替换。那有什么不同的镜头？你说东西？有什么不同的镜头？镜头选项？镜头的话要看我们家的官网，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另外一个镜头是比较，我看一下哦。那你知道它可以拍多久啊？多久？什么时候会没电？如果说像，像我们现在这边是写说，应该是这应该是他们100天，我这里没写。你看这个，这就是完整的比较。哦，那如果像这个的话是300系列，如果你5分钟拍一张，可以用100天，就是用那4颗电池就可以拍100天。那如果你说1个小时拍一张的话，这个款式其实可以用到300天，其实就看大家需求。不一样，因为像这个的话，可能比较高阶一点。这一台是300嘛？对，你手上这台是300，没错，300，然后比较入门阶级一点。那跟其他的主要差别是差在哪里？优势的话，就是它的电力算最强的。好，那像这种的话，像翻过来这种黑色大的防水格的话，就是说它也可以再配这个 cable，所以你可以直接用cable 去连接到你的笔电。通过笔电去做操控，比如说你可能要改你的 interval 啊，要改你的 schedule 啊，或是你要把档案下载下来等等的，但这个都必须要透过这个 premium package 比较高阶的这个 package 才可以有这样的功能。OK， 对，那就是那如果说你可能预算上或者说可能还是说是新手，那我们会建议用这种。那如果你可能有点不太确定，你一方面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另外一方面你可能又画质上的要求，因为像我们的2020，它的那个 sensor 其实是比300还要有2020可以看吗？2020有。我其实你刚拿的这个就是2020，只是它的要打开。2020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是配4个电池这样子。
哦，对，那你如果只配两颗，就是我们两千嘛，所以新野机型就是四颗，然后可以用。OK。那它的相对来说，它的 menu 可能就稍微比较复杂一些。我们可能进来这里之后，你可能就你先选择就是你要 full menu 还是 quick menu。而用 quick menu 的话，就必须要再点一次，然后才可以去看哦，你 quick menu 有什么设定。嗯。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full menu， 它就比较多东西可以去做。好，我来玩玩。本身是有在摄影的是吗？哦，我就是影像工程，对对对，就在做这些。我只是有看过你们公司，然后就想说，哎，因为没有亲手摸过，所以我就想说，哎，没错没错，这时候就是对，赶快来，转场就是要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像你现在拍摄的话，比较常用的就是，当然，如果像缩时，就直接加一台单眼在那边拍这样子。那你拍的缩时可能会是拍什么什么物件，或是说什么情景？就是活动啊，或者是干嘛的 ？OK， 哦，的确，如果像活动这种，可能顶多最多 tap 可能八个小时，没那么久，可能三四个小时。哦，就是一个时段的这样三四个小时。因为我通常是可能是缩时，可能一个小时换一个位置这样子去执行，所以就变成要就是一直换位置，对对对，比较不会说什么我拍全部半年这样子，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是说，当然建筑工程是最常见的，那也有一些其实摄影工作者，他们是去接这些建筑工程的这个案子，然后就放一台放这个，对对对。那他可能比如说在一个建案，他可能就四个角落都放，他也有那个不同视角的画面可以去取景。它有 app 吗？ app 没有，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因为它有太耗电了，是不是？对，怕会耗，因为其实真的耗电是算是我们客户目前最大的抗生值。所以相对的，我们家在电力的表现上面是最注重的。这个都可以先参考一下。好啊，好啊，后面有兴趣。应该网站都查得到。对，对，哎，对，也是，可以，可以。Luggage check-in second time. So it's the only airport I know. Every time I go, I say, why can you not from Prague to Vienna to, I don't know, New York City? Why do I, it's not possible. When you come back from New York City to Vienna, it's what worst airport. Okay, Charlie Gaulle is bad, the Miami International is the worst. Hello, how do you start the airport? But Vienna is...那这 USB 是干嘛？可以接外接的电影哦，那也可以去支援，就是说去用那个像那台穿 cable 去接我刚刚说那个去接。这台就是那台，只是加了一个壳。对 ，OK OK。哦，那这个壳跟那个壳就是差在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话是它的防水等级稍微高一些不过它因为这个壳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接到那个。就插在线的，就那个只有防御，啊，这个可以直接丢到水里这样。哎，基本上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说。对，这是一个，它其实就是扩充配件。因为我们其实应该是。就像这样，它上一代其实就是这样，两颗，对，电力上面我记得大概四五十天吧，那所以后来就是有一点被 complain， 就是说，这样四五十天其实不太够啊，那你可能因为我们都拍很长期，所以后来想说，那我就加这两颗，所以像这个的话，它大概可以用到66天，至少两个多月，那也是蛮短的，对，那就是所以就是说你的那个拍摄的间隔设长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定时拍摄。比如说我刚刚说一个礼拜五，礼拜一、礼拜到礼拜五，
OK， 因为我说的，比如说六十六天是只说一直连续拍了吗 ？OK， 不停的嘛。可是你如果搭配正常的二十四小时连续，对，哦、okay ，但其实你不会用到这么多。对对对啊，最常见的它可能就白天嘛，这样用下来应该是蛮有机会破一百天。嗯，所以就是看大家的需求，对啊，因为有的其实反而他们哦，比如说有一些拍自然风景，嗯，他可能就是反而要拍二十四小时，就一直拍拍拍拍，然后记录整个风景的变化啦，阳光的变化啦，这样子。嗯，好，差不多这样了。好，感谢。OK， 感谢分享。喂。